来。好，为大家介绍一下，咱即马人伫新加坡，今日要坐的所在叫做摩天轮，全世界第三大哦。有人一直听。第三大，为什么第三大？因为杜拜第一大，再来第二大，我唔知。唔知。哦，啊就是菲律宾第三大。菲律宾。新加坡啊，菲律宾。欢迎我头家你讲啊，你知唔知啊？你来到之后，忽然间感觉，规个涂骹拢会叮当，拢会。啊，你上高级未啊？伫摩天轮顶面食饭啊。这一票偌钱啊？1500。啊，咱今日无食饭。几百块呢？800，无食饭800，食饭的1500哦。以上吼，咱甲大家介绍一下摩天轮。啊，咱这摩天轮吼，坐一年了爱半点钟，半点钟。哦，两米的。哦，啊来啊吼，咱就入境随俗。你就是知道说。